写完了，还没，干嘛起来？算你，一个人写就好，电话要。 第一次来的，我看有很多说啊，这边有教会啊，这种复兴小区啊，不知道这个教会真的实在是不是不好，是件好事。你终于来了，第一次来的请举手。第一次，义圣教会没关系，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问题都来几次而已啊。好，第一次来的举手，第一次，哇，还。
是有来放下，那感谢神啊，第一次来真的是因为这个路根本就也是，每次访问团的这个地方是很难找啊，刚才是迷路嘛，对不对？对，也是迷路啊，这个路非常的难找，这就是爱啊，这就是信仰啊。我们看一到这个要到那个义圣教会，就是信仰的坎坷，要找到这个义圣教会不简单，找到了就对了。那感谢神啊。那我们在是七年前啊，就是1996年的10月10号，也是我们的教员讲习会也在义圣啊，经过7年才轮到这里，也不容易啊，有一年一次。你看我们复兴小区有几间教会，我看一下应该还不知道哦。啊，复兴小区啊，你在看我，我问你啊，啊，复兴小区总共有几间教会啊？不知道啊。哇，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干部的错，我们没有宣导呢哦。复兴小区有几间教会？啊，那个不是，我们不怎么台中的呢？哦，好，那个巴德教会，哎，巴德教会，然后教牧苏哥，十一间，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哦，十一间，本来是10间，刚刚成立是哪一间教会？哎，巴德，哦，11间教会，还要记得11间教会。啊，复兴小区有几间教会？十一间教会。哦，那感谢神能够来到这里，所以被安排到这个，因为一年一次，可能10年才轮到一次，所以感谢神，义圣教会有这种福气啊！啊，7年就轮到这里了啊！啊，那神的早上我们就小弟就引黑板上有你真好，你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老师。啊，有一段真实的故事啊。大概10几年前，小弟看了一个宗教的书籍，那他这位这个高材生哈，那他在这个事业上也是非常的成功啊，也算是很优厚的一个很那个上班族啊。那他在毕业，他在高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他结婚，也包括他演讲，他都会讲同样的话，他说有他真好啊。那有他真好呢，然后，人家都会问啊，记者会问哦，那你的母亲好伟大哦，啊，因为你每一次或是你毕业也好，或是你成功你在演说也好，都会讲说你母亲很伟大，有他真好，结果他这位这个成功的企业家说，对不起，他不是我的母亲，他是我的老师，虽然是跟他相处了短短的3年，他说我跟他相处就短短的3年，但是。他说我在这人生当中那是我最重要的3年，因为他说我被欺负的时候他就在我身边，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啊，我最需要人来关爱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啊，无时无刻的啊，还是他比我妈妈更关心我啊，所以每一次在演讲当中他都会提起这位老师，所以他说他这个老师虽然是已经离世了，他说每次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写一封信给他啊，所以他这位老师是很成功的老师，那可见就是我们从小小孩子啊，我们小孩从小就有人陪，对不对啊，小孩子就是说没有人陪他，要那个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是不是健全的，一定有妈妈爸爸妈妈，我那个是我们啊，那我们不谈，因为重要今天是讲老师，有时候我们的一个角色比父母亲还更重要。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那个脸色，我们看脸色就好。现在父在座的也是都有爸爸妈妈哦，奇怪哦，就我们对父母亲呢，父母亲说你去拿东西，哦，但是老师呢，你去哪，啊，对不对？这到底什么世界？啊，我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梅老师？哎，我说你要老那个孩子要用钱，还用那个爸爸借钱啊，3500呢，不要少借哦。我说我有时候跟他讲哦，我们在沟通。我说全台湾省哦，我说像你这种年龄的哦，对我讲话最没有礼貌就是你们。我说人家讲说哎，只是啊，这样，你们呢哪里有？爸爸，嗯，不要忘记哦，来看我啊。哪有这样，哎，但是你看早上你看到人家只是哈利亚，哇，你看恭恭敬敬那多好，那孩子呢奇怪，为什么孩子都是看我别人看我的拿钱了，哦，
哎，但是呢，这是不是？去运用，但是我们寒暑假的话，我们都是要去做实习的工作，所以压力非常的大。当然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做一个学习的一个模式。那像我的话哈，那我都会把那个录音笔或者是就是说电脑准备好，准备好就是把它录音。
啊，这是我的学习过程啊，啊，把它录音之后，然后让我能够就是在将来有资料。我们有一次在上新，在谈这个就是说旧约、新约的一些历史哈、啊，那我就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哈、啊，那我们的那个讲员哈、啊，那我们的那传道都吓一跳，非常的紧张。哇，他说你们现在的神学生怎么那么越来越专业？所以刚刚啊，就是说，已经有两次的机会哈、哦，已经有两次的机会。你看这边录音笔也在这边哈、哦，然后还有那个摄影机在那边。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哦，我很紧张的，到底这个就不能乱讲啊、哦。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我们就一定就是要乱讲。这边就是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哈、哦，那我们才能够深深的体会到哈、哦。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我们总是要给大家就是照就是所学习的跟大家就是彼此的分享。那分享之后，最重要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们好教育的一个装备哈。那我们必须要去知道，就是说，这个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教员，跟学校的这个教员，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好，那我们要去厘清。那再来就是说哈，今天老师引进了学习在个人，那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些学生都可以考上台湾大学？那有些学生呢就可以考上很好的学校，那但是啊，有些学生呢就是学习总是漫不经心，他对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好像一点都不在乎，那是老师在讲课，那学生的那种就是学习态度都有所不同。那既然我们今天哦，那我们来到这边，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去认清。我们教会办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像教员讲习课，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我们也花了我们一天的时间，那我们要先预期哈、哦，那我们要先去了解说今天我要学习到底多少，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看重我们这一次的学习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吸收会很好，那我们可以从现在的，整个就是说。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教育哈、哦，谈到这个教育哈、哦，他们都谈到教育是好像是在种一棵就是说要去完成一棵就是说好大好高的树啊，就是百年树人。那在这一百年的过程当中啊，你不一定就是说能够就是预期能够去知道。就是说他能不能成为这个就是国家的一个栋梁，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哦，那我们要清楚知道，就是说态度决定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水准，因为谈到这个高度，他说态度决定高度的话，那这个不绝对不是谈到就是说高矮胖瘦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值，他是谈到一种就是最深层的意义，最深层的意义就是说啊，那我们的态度。今天你来到这边学习的态度，它就会决定你教会是不是能够来兴旺。你的态度啊，就是说啊，来到这边如果是好的话，最重要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课程，你能够去吸收，最重要能够放在心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呢、真耶稣教会哈、那我们谈到的每一次的一个就是说课程哈、它真的就是跟。别的就是说像学校团体啊，或者是就是说其他的宗教团体，真的有所不同，因为我们讲述的是生命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讲述生命道理。今天我们教育绝对不是说，那我们今天学校我们要把我们就是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就是社会，你可能是高中老师，你可能是就是大学的老师，在哪一个专业当中，你是有一个很好的领域。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是要将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学习的灌输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子女。那当然就是说教育是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这个道德观念
啊，因为道德观念它就会啊去影响到整个就是国家的一个兴旺，啊，真的会影响到国家的兴旺。那我们要更加去知道的就是说啊，今天我们对这个教育啊，这个好教育。啊，今天我们是教会，因为是宗教嘛，那宗教它是什么？它宗教它啊，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大家知不知道？啊，宗教的诉求，今天为什么要信教会？啊，神同在啊，啊，啊，尤二梅老师好。刚刚好像也有教到你哦，哦，那宗教哈，那我们要清楚知道哈，那宗教它是要让我们就是，很特别哦，因为宗教它是一种独特的一种认知，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认知。那宗教哦，它绝对不是只有教导我们劝人为善，哦，那很多宗教你看哦，他说你看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都会讲就是说啊，宗教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劝人为善了，就是教人家伦理道德了，道德观念呢，让你就是说在世上好好做人。那宗教绝对这个也是一种一个部分。那最重要就是说啊，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这个自由。好，所以我们今天引进就是说，那神呢、啊，他道成肉身，啊，来到这个世上，他传什么？他传啊这个真理。哦，那我们先参考一下哈。我们先参考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如果说想要，如果精神不好想要洗脸的就可以，就自己离开哈，那如果想上厕所的你们就自己离开哈，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八章的三十二节啊，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那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哈。那这边就谈到神，他没有把这个就是说人的这个就是知识，你说论智慧的话，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啊，都是比世上的人更有智慧。
花再多的时间去跟学生的家长做配合啊，或者是联系，或者是说跟教会在做什么。其实应该，其实大家当宗教教育应该知道说，其实我们宗教教育是跟教会是非常非常紧密结合的。尤其等到孩子大了以后，他根本就是我们教会要所要用的青年，是我们的中流砥柱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慢慢去介绍一下。OK， 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吗？要睡觉了，不要睡觉呢。好。先讲的是教师跟学生的关系。其实，这些是我在就是老师给我的资料啦，那大家就做个参考。教学原则呢，重要的是我们的圣经，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圣经最重要嘛，因为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直接引导学生来认识圣经，要把圣经当作权威，就是代表说我们老师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代表神的学生，要教导神的小孩，然后要用什么教导，就是用圣经嘛，对。然后我们要把圣经引入学生的需要跟经验里面。有没有发现学生学习的时候要靠什么？兴趣嘛。你学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兴趣怎么办？你就不想学啦，对不对？如果说你喜欢煮，比如说你喜欢煮菜，但你没有兴趣，你又不会煮，你就不会去接近嘛。其实学孩子也是一样，他们要怎么去学习，你就是要让他有成就感。就知道在宗教教育学程里面，他有叫一个叫学习学得成就感。他学得成就感的好的学生呢，其实他会更愿意去学习。那他更愿意学习，代表他其实也会更愿意来宗教教育，参与宗教教育的活动。那不管是其他任何大小活动，他都会愿意参加。所以其实宗教教育不是说不是说只要把神的话，当然一定也是要把神的话传承给他，传给他，但是还是有很多辅助的方法来帮助他，让他提高对神，就是亲近神，然后来参加宗教教育的活动，使他提高更多的兴趣的方法。好，然后而且学习是跟投入成直接的比例。其实老师如果说投入越多时间，然后学生也投入越多时间，其实他获得的成就也会越多。好，那看了不要我念，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好，念一，这个学习等于，可以请念吗？好，预备，念。学习等于生命有所改变。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我们宗教教育就是一种生命教育。好，下一个，学习是由认同而来。对，所以其实很多小孩都是需要被鼓励的，有没有发现？好，来，可以分享一下。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所教的小朋友里面，就是你用就是责备他的方式跟鼓励他的方式，他有不同的改变的，有吗？有过吗？有过这样的学生吗？没有？有吧？后面的爸爸都好安静哦。啊，有一个在那个啊，感觉就想要叫他了，浩伟隔壁那一位弟兄。可以麻烦你分享一下吗？不好意思。所以说他插去里面，你说那个会有所互动的方面啊，还是会抵触啊？我这样刚刚稍微我没有去注意到那个，太小了，好，不是那么，眼睛不好了。没关系，我放大，够大吗？好，可能有太亮了。学习等于生命有所改变，改变啊。可能是我自己比较明显啦，对我们周遭的话，可能不一定用同一个问题来去诠释。就像我们学习真理，说学习到完全不可能，对，那个改变是因你自己的感动，对神觉得说亏欠神的时候，那个改变是非常大。好，但是有一种是他还是我行我素啊，真理都融汇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你的行为啊，你的举止啊，
也还不见得像基督徒这样。哦，那面对这样子的时候，这样的小孩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跟大家都分享一下。不要用一般说法说啊，为他代祷就好了，这个不好，就是这种是很低级的。哎，最基本的，最基本要求，对。最消极的做法，对。可是你，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好，我们现在这里就都比较大嘛。嗯。你面对比如说像小学的，他们很天真哦，神创造的天地万物，他们非常的很想要那个吸收，可是老师就这样而已啊，哦。嗯。对他没有那个感动的需求，啊，我们怎么样去哦给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老师，我建议就是说，你也要懂得去欣赏。神创造的天地万物，你懂得去欣赏的时候，你在告诉他的时候，他接受到的会让他改变对神的。哦，是不是？我是听到两点，从你讲的，我听到两点。一点就是，第一个是，刚才那个弟兄有讲，学生小的学生，不管大学生、小学生，学生都是神创造的嘛，都是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老师。不应该限制我们说学生就应该是乖的才是好。那什么是乖？你的标准在哪里？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只有神才是唯一的标准嘛。所以应该要宽大我们的心，去接纳包容各种不一样的学生，不要去以某一个学生评断说这个就是好学生，那其他没有符合他的标准，这样就不对，这样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可能只有50分而已。对，每个人不能跟那个80分的去跟他相比。对，那第二个就是刚才。弟兄有讲到说，老师学生可能不同，大家不同，老师的态度不能就说刷刷这样嘛，就是老师应该就是要保持的，对，要尽心做好你该教的那一堂课，该有的态度。态度对，好，我接收这两个点是对的吗？可以的。好，谢谢您，好。那其实为什么感谢弟兄帮我的分享？他是分享生命有所改变。好，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不止学生生命有改变，我自己的生命有改变。为什么？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国中升高中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个，大家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一个喜信体验营吗？有哈，有约到大学年轻人应该会比较听得懂，他比较常听到了，他比较多的都在中南部那个葡萄园。生命体验营，那有一次的时候，他们办在我们罗浮国小那边，专门为我们就是复兴小区啊，西区这边的，就是复兴乡这边的学生，这样后山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就邀请我有一起帮忙这样子，然后我算年纪算很轻的，可是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的辅导老师是涂白豪姐传道娘，林珠传道的传道娘。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带我的班级的时候，因为他带的那个学生呢，我们是一个礼拜的。不是只有学校的哦，不是只有教会的，还有其他很多是慕道者。然后所以其实我很担心。那个时候我带的时候呢，我想说啊，感谢主，我有一半一半是教会跟慕道者，想说可以一对一。可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最让我头痛的是教会的小朋友，反而慕道的比较皮，比较乖。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一天我就非常挫折，因为我怎么用圣经的话跟他讲，他就听不懂。然后想说。就是他就会一直皮，他就一直给你闹，他就是想要引人注目，小朋友嘛。休息够了没有？没有。饱了。吃饱了而已。饱了。听到这个声音，可能就要马上睡着了。够了没有？够了。还是会睡着，感谢神，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就是带领小朋友。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天圣灵，我们晚祷会开始。我们的课程即将要结束。结束当中，我们唱诗活泼一点哈。唱赞美诗366首。Oh,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侍奉，无论是小小的教员，无论是儿教主，或是亲教主，但是在神看来，为他侍奉的这个人就是有用信仰，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好的教员。再来第三个，知道自己身份之后，我们要如何去侍奉神？那当然，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我们要自己去要求。因为神的标准就是这本圣经，神的要求就是这本圣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寻求得救的智慧，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所以好教员我们都很顺服，都能够来到这里聆听我们从上午传道人 所分享的，再来下午林姐妹所分享的，我们都放在心上。再来，我们的装备是什么？很简单，就两个方向，就是一本圣经嘛。一本圣经，神的话语是句句都是炼净的，我们靠着他的话语，他就变成了我们的盾牌，在马拉基书里面记载。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要去好好的运用圣经，从圣经里面来寻求神美好的旨意。再来第二个装备，第二个武器，这个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什么？圣灵我们要靠祷告，从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要去学习的是属灵的侍奉，我们学习的是属灵的侍奉，那我们人血气没办法参透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来这里学习是，我们连这个马英九总统
也学不到的课程。我们是在升级到属灵的这个侍奉，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因为圣灵参透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参透属灵的事，所以我们就要靠圣灵行事，并且从圣灵从祷告当中，啊，从祷告当中我们得到属灵的力量，从祷告当中得到智慧，这样我们侍奉神才不至于没有力量，啊，才不至于没有力量。最后最终的就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最后翻开圣经，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来诵读。我们大家诵读完毕之后，我们就做祷告结束。好，第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诵读。殷勤去做，必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阿门。从这两章经节，知道我们神的旨意，要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原来神说，我要拯救你们，我要救你们，并且你们学习我的道理，你们也要去为我工作。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记载，我们就是神的工作，神要拣选我们代替他在世上工作，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在这些事上要恒心，而且做到神来到为止。所以我们没有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学的，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不要小看将来，我们能够救自己，将来我们能够救自己。愿神纪念大家的辛劳，愿神今天分享的这些工作人员，那我们在回去的路程当中啊，也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再来，我们所学的就能够落实在每一间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也要为神工作。那我们一起跪下来感谢祷告。